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那么这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 iPhone 12。然后这些 iPhone 12呢，它有分三种型号，有一种呢是有锁加配置锁，然后有一种是纯有锁，然后还有一种是无锁加配置锁。然后我们首先看到这边，这边是一个单纯的有锁机，就是卡贴机。这边两个是一个256内存，一个128内存。这个电池是88，我们先看256这个吧。这批机器的话，成色都还可以，我们先过一下成色。这个机器本来是出那个之前是出外单来着的，然后我就打包了一点回来，有些是特价的我就没有拿出来，因为拍视频的话给你们看这个好一点的。这个是一个256有锁，这个电池是一个87至 24 显示88的效率。我们看一下这个128这个128这个的话是一个蓝色的，这个的话我们看一下电池，这个电池应该这个是84，这两个电池不是特别高，因为这两个它是一个纯有锁不带配置锁的。然后我们看这些带配置锁的一些机器，带配置锁的呢它普遍就是成色比较好，电池效率会比较高一点。首先看这个128的90的一个效率，这个是一个蓝色，这个可能电池没那么高，我们看后面这个成色挺好的，看这个框挺好的，这个是一个90的效率，没电了没开机。然后我们看这个白色128 100效率，这个有一个 M 呢，就是 MDM 锁，这个就是带配置锁的，成色是嘎嘎亮的，这个就有一点点这个小划痕，然后还有一点点暗花，就一点点，非常细微。这个配置锁的，这个是100效率，这个黑色的也是100效率。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一个256的还是256的？来看这个成色，嘎嘎亮，基本上是冲新的，这个基本上是冲新，然后就有一点点痕迹，黑色的不化，有一点点那种氧化痕迹吧，也算是。屏也是嘎嘎亮的，不对，这个屏有一个硬伤，这个屏有一个硬伤，这里贴膜的话能那个减轻很多。这个256黑色的，这个是带配置锁的，然后电池也是100的，就是带配置锁的它电池普遍是非常高。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无锁这边，无锁这边的话它是有两个664两个128，然后我们看128的话，这个写了一个4次的话电池100效率，就说明它是充电只充了4次，然后它电池效率是100的。这个是一个15系统的还是128无锁，这个是一个紫色的，非常亮非常亮，基本上跟新机差不多，这批机器的话成色都非常好，嘎嘎亮。这个就有一点点暗化，基本是一个准新冲新的标准。这个100效率，充电只有4次，然后也没电。这配置锁的话我都给它跳过了，看这个黑色这个的话也很亮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瑕疵，非常亮。来看屏幕，这个屏幕暗花都很少，这个屏连暗花都很少，就这里一点点连暗花都非常少，这个也是一个冲新的标准。来我们看264的话都是100效率，这个是充电51次100效率，这个就是100效率，多少次没写，这个可能100多次吧充了。成色的话也是就一点点暗花，就一点点这个暗花就这里，在这里一个运输划痕，其他都是非常亮。我们来看边框，非常完美。来我们看另外一个，这个也是一个冲新的标准了。我们看剩下这个的话背面 OK， 有一点点掉漆，摄像头这里非常小的掉漆，然后开边框非常完美 OK，非常亮。然后我们看看屏幕，这个屏幕的话它有一个小划痕，这里一个细微的小划痕，然后整体也是一个9798芯的样子，最少95芯嘛，就这个小划痕就最少95芯。这个机器还有一点掉漆，就算那个95芯亮机嘛，这个也是挺亮的，也是100电池的。然后这些机器呢还有一些是特价机器，我就没有拿出来。特价机器像我给你们拿一点看一下，像是这个有锁热四扩容128的这个机器，这个最便宜的特价机器，最便宜的可能价格在1100块钱左右，有锁128，只不过是664扩容128，其他都是没什么。这个也是扩容128，然后这个也是扩容128，这些都是扩容128的，反正都是打包回来的。这些的话咱们就另外算，因为它这些是扩容过的，我也不知道它为啥要去664扩容128，这个我们也搞不懂，对吧？不然一般都是扩256嘛，这个扩128的，咱们就当那个664的价格给它去出。就是1100左右，它可能电池100的就贵个30到50嘛，然后像这个96的话就是特价1100块钱，非常便宜了，可以说就是有锁加配置锁嘛，可以上一个12128，而且它这个还是就除了这个扩容，其他是原装的，主板都是没动过的，主板其实就没有修过其他东西，没有动过其他，然后它这个标还给你保一个月，这个机器扩容的档口给保一个月，一个月内有问题直接拿去退。然后这个是特价的，然后这些是比较好的就是这些，反正价格的话像这个664的冲新的可能得出到一个，就是带配置锁嘛，可能得出到一个1400-1500的样子，这个到时候看一下那个市场行情卖多少。然后这些128的话可能就是1700的样子，1700左右，因为这个也是冲新标准的。然后像这些有锁的呢，有锁带配置锁的这个咱们128的就比那个扩容的可能要贵那么一点点，贵个100多块钱，256的就再这样加钱嘛，对吧？
反正机器的话，就这些。然后想要那个便宜的，想要便宜上车这些的话，嗯，也还有几个。反正这些是福利机器，这个扩容的我就不赚钱，我就当六合四去卖的。反正价格都是一起打包回来的，有些是扩容的，就是我给它挑出来单独给你们去放福利的。反正机器都是给你们保的，这个就不用担心买扩容的话出现啥问题，都给你保修，这尾部都有贴标的。那么 OK， 这些机器反正先到先挑吧。那么主要详情可以找到我的一个联系方式。这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。